现在为你介绍15号导览点，艺术家谢栋梁创作于1988年的作品《展》。展是展开的展，这件作品以不锈钢材质做成，由两个尺寸不同的1/4圆组成，高度大概是2层楼高，尺寸十分巨大，加上位在面对国美馆左手边的大门广场上，相当引人注目。首先，艺术家做了两个大圆形，接着再分别从两个圆上切割下1/4圆，让每一个圆都留下了一个缺口，就像天上月亮的圆缺一样。再来，因为作品的表面是不锈钢抛光的材质，所以会有像镜子一样的反射效果，站在作品面前就会反照出前方的人像，你的一切就好像在这个有缺口的圆前面完全展现出来。其实艺术家是想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会有缺口，你要时时站在镜子的前面反省，才能找到那个圆满的自己。